小了，小朋友你站太高了吧？赶快坐。前面的菜，前面的菜是2月2号，2号是什么日子吗？有假征答，农历2月2号。农历2月2号是什么日子？有一个生日啊！阿妈生日啊，再去吃，今天试吃啊、哦，今天这个试吃的啊、哦，农历2月2号，拍我都一个钟头了，哎，放心，哦、我在录影呢、啊，哎。哎，国家的钱呢？哎，较侪嘛无要紧，不过。